帮你放上这个宣传啊，可好，不可以啊？可以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以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一间叫沙凡万享坐椅士巴按摩馆，喺呢个江夏地铁站，大概行230米就到。咁由呢个路去江夏镇呢，只系需要13分钟嘅啫。咁啊，票价呢就系、单程系3蚊，如果我用呢个深圳通呢，2.8。搭深圳地铁1号线去到呢个江夏站，咁落咗车之后呢，我行去 B 出口。咁跟呢个 B 出口直行，过咗条斑马线之后转右，咁前面呢座大厦就系噶啦。第一个入口就唔好入住，去到第二个入口先入。咁佢写住呢个 C 座第二单元吓，咁我哋就揿23楼。咁上到23楼之后一出电梯咧，就见到呢个沙凡万享嘅生活馆噶啦。你那温暖眼神，牵动我心跳声。每次轻抚我脸，如梦般甜蜜。跳声沉醉中响，美丽月光相望，让我与你共舞，爱的旋律响亮，你我深情目光交错。爱火花在瞳孔中闪烁。哇，他怎么有这样的手机？第一次看到。第一次看到，好，把它打开。好先进哦，好高级的手机。那谢谢你一律帮我们写个好评啊。哦，看你，帮你放上这个宣传了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以。可以啊。每分每秒如。这颗城永远相依偎，在这拥抱中，幸福感动，让时间流动，爱已不停留。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